比较靠近最后一首宣发的。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嘉哥孟佳，最近在忙着拍综艺，然后这里飞来飞去，那里飞来飞去的，打游戏撸猫，喝点小酒，希望能保持自我的同时也能给到很多大家一些真的实用的 tips 吧。因为其实我们平时的演出跟舞台上来说的话，我们穿的其实蛮不一样的，而且是为了想要华丽而去穿，就为了想要凸显身材好而去穿。但是如果是我个人的话，就可能会比较想要看偏舒适的吧。上海消费文是大家都认同的吧，就我在上海生活比较久，我还是蛮喜欢上海很多小姑娘小哥哥们都穿搭的，对，很好看。然后很多很漂亮的街道，像这样子又有生活气息，然后又漂亮，所以大家都很爱穿的美美的出来拍照啊，然后约会啊，喝个下午茶什么的。嗯，我觉得首饰好像有一点必不可免，就是饰品这个东西是给所有的最普通的衣服跟穿搭一个画龙点睛的一笔吧。然后所以我个人是很喜欢穿得很素，可是戴很多的首饰，然后其他配饰比较夸张一点。我今天穿搭有一点点混搭风吧。一般我个人平时穿搭，我就很喜欢穿一个小球鞋，很舒服，然后就穿一个看起来很女人的裙子，就把它全部原则都打破，因为我不想要顺拐，我想要反着玩。希望所有参加淘宝逛逛风格玩家的选手们都可以在保持你们自我的同时，然后创造出更多的好看的一些穿搭出来给大家看到。我相信你也可以获得更多的票数，加油。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嘉哥孟佳。是的，时尚无惧挑战，我是淘宝逛逛风格玩家大赛最 shining 评委，等你来参赛哦。